才不算。对，笑太大声了。好，因为其实我觉得，如果可以，用自己本身力量去呼吁一些有爱心的人们，然后可以发挥自己的爱心。像这次我们就是有这个义卖的活动，然后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们。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挺身而出，对，然后呼吁大家来做这件事情。对，因为从你的作品里面，其实也传达很多的幸福，包括这次第六张专辑也刚发行。是，对，所以我想，郭靖来担任这个工作是再适合不过。不过在对这次活动的想法呢，然后也包括很多的企业一起帮忙，你自己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分享？因为我觉得很棒，现在看到有更就是越来越多就是有爱心的企业们，就是愿意就是做爱心这件事情，对。然后我觉得会让更多社会，就是如果这样子的新闻可以让更多社会的朋友们看到，他们也会觉得那也是我们该站出来的时候了。对，也要麻烦媒体朋友们多多帮我们报道，多多帮我们报道一下。是的，好，今天呢，其实郭靖来到现场，我们也准备了一段表演要送给你，而且表演后还有一个小惊喜，是我们一起来。对，你是在紧张什么？因为好像貌似我等一下也要参与一下当中的一个 part， 是这是你带给大家惊喜，但我们也有准备小惊喜。好， 好，一起惊喜。好吧，我们先站到舞台的旁边。中间请一起拍个照好不好，也请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这个画面，可以摆一下舞蹈的动作啊。舞蹈，对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也不错啊。来，小丽，看你旁边那位姐姐做什么哈。对，来，谢谢。哇，很好玩。郭靖在这个前阵子也听说他演唱会上面要大展舞技，今天算是一个热身好不好。对，接下来演唱会上听说要连续40分钟不停的跳舞嘛，40秒，40秒，吓死了。好好好，小丽，对，小丽很开心，没关系，我们来这个分享一下。因为其实小丽，我刚刚看你跳得很好，平常也花很多时间练习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今天跟郭靖姐姐合作有什么话想要跟她说？我觉得郭靖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哦。所以今天还特别带了玫瑰花要送给他。好，那这个希望后续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，好不好？今天要非常谢谢你，谢谢小丽，再次掌声。好的 ，OK， 好，可以先回去休息了哈。好，来麻烦麦克风。好的，刚刚跟小丽合作演出怎么样？心里好像貌似我比较紧张一 点，我也觉得。跳舞你会紧张吗？现在？哎呦，因为以前我是跳啦啦队的，其实，所以我以前跳舞的时候是跟一群队友一起跳，所以那时候是分担内心的紧张。对，但是这一次算是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台上，然后虽然是跟小丽一起，但是我
我还是紧张了，还是对。哎，你以前在啦啦队是担任那个被丢上去的人的角色吗？对，但是我也可以扛人，嗯、就是能丢能扛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是是是，听起来力气蛮大的。我很壮。好，今天在这个现场，今天郭靖竟然来担任爱心大使哦。那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因为我想中广其实也非常感谢，对，非常感谢你这次出席这个活动。所以呢，今天要有一个仪式来正式的邀请您成为我们这次的爱心大使。现在就请我们中广的董事长赵少康，赵董事长再次上台。我们要把这个象征这个爱心大使的权杖颁给郭靖。好，欢迎赵董事长。好的，现在权杖交给我们董事长。我们爱心大使由郭靖担任，2012拥抱希望，传出爱，中广爱在线上的义卖活动。好，来麦克风。首先谢谢郭靖啊，谢谢。我认识他父亲，他父亲是我们台大农艺系的学长啊，所以我认识他，他父亲了啊，所以也知道他很会唱歌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感谢他啊，感谢郭靖小姐能够。这个当我们的活动代言人啊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。那刚刚我提到比如说过去我们今年第四届，过去三届都有还不错的捐款，但实际上这些公益团体告诉我不止这些，因为我们节目一直在宣导，很多的热心的听众哈，他们就自己捐款，他自己打电话自己捐款，他甚至没有购买义卖的东西，他就自己捐款，那这个数目也蛮大的啊。所以我讲我们只是抛砖引玉啊，希望社会的善心人士一起来推广啊！谢谢郭靖，谢谢你。好，也请我们董事长跟我们爱心大使留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启动仪式。但在这之前，我们先请两位让媒体拍个合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稍微往前一点，没关系。来，麻烦各位媒体朋友。对，好，我们也请我们这个新路基金会执行长一起上台。麻烦钟执行长，好。来，中间前面哦。郭靖刚跳那个舞是怎样练多久啦？啊，没有，其实只大概练了十几分钟。哇，真的有天分。哎呦，因为平常有在看那个舞蹈，所以大概知道手势是什么，但是多少在正式的场合，那个还是会紧张度还是会有一些。嗯，因为平常自己算是一个那个不太擅长跳舞的人，这个算是为演唱会暖音乐会暖身，是不是？好啦，因为我们的总监都已经发下好语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到时候音乐会可能势必还是要跳一下，但是会跳多久我就不敢跟大家保证了。所以量大概你自己抓一下，你大概可以跳多少多？对啊，我原本想说四十秒就差不多，四十秒有点对，但吴姐那个总监就说四十秒好意思开口，可能要退票。对啊，因为维里安都跳了哦，他那个真的是很对啊，所以你怎么可以输呢？所以你想那两分钟这样可以吗？太少，两分钟还太少。程度是到哪一种程度？我尽量能够看能够跳多好就跳多好，但是我一定会就是尽我的那个所能以及努力的去进行这件事情，所以请大家就是放心的来看我的演唱会。郭靖不是平常都有一群舞友会吗？就是会练一下舞，应该底子还不错。是都跳一些韩流的舞？对，因为就是那个是最快可以学习到的一些这个舞蹈，所以我会跟一些三五好友有兴趣的朋友，就是会跟老师，真的是付钱哦，就是付钱给老师然后学习舞蹈。可是到时候我发现我们真的是大概隔天就会忘光光了，所以脑子真的是记性不好。所以是记性不好的问题，还是舞姿不好的问题？是记性不好。其实我们的舞还是多少有点律动感的，所以会偏向会比较喜欢是性感型的，还是不，我们不性感，我们走的是一种比较那个中性一点的，帅气为主。好，那这一次活动要不要跟大家也讲一下？为什么有种？那就是因为他没有兴趣，没有他没有兴趣。那你要怎么样脱？要不是脱？我大方的来点什么吗？大方的，以你们长期观察我下来，你们觉得我们觉得你应该要突破，要突破是不是？可以吗？那我试试看肚脐的部分，可以让他就是见见大家。好，你的问题是，就是活动啦，这次代言哦，这次代言，我觉得就是要呼吁大家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需要帮助的朋友们越来越多，然后我自己本身其实也代言了很多公益的活动，然后希望可以站出来，然后呼吁一下，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哪边可以做爱心的，就是趁现在了，出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们。
对，然后这次有这个义卖的活动，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这个详细的资讯。嗯，所以有事先更了解这些朋友。有喂、欸，其实我跟他们相处，因为我其实没有跟这些朋友相处过，所以一开始会抱着一个比较胆战心惊的感觉。但是后来发现，哇，他们真是无比的热情，就是一到现场就会先跟我打招呼，然后让我感受到哇，其实他们也是很热情、很温暖的，而且很多小事情他们都比我们来得更仔细、更细心，所以这是我发觉到的一点。那你自己会不会拿出一些东西来义卖？当然啦、啊，我东西最多了，嗯、像是像是有一些包包或是衣服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捐一些有意义的东西，对，例如使用过的包包，这样可以吗？是一样的，谢谢，谢谢。